一年复始，万象更新，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紧，一年时间又经过了。素华在这非常感谢我们电视机前所有我们这乡亲一年的时间对素华这个鼓励，过去一年真的发生非常多的这些事，不管说风台啦，或者是我们的陆客地检等等，不过大家都跟素华同样都勇敢来面对未来我们这个观光或者是我们的产业。素华也希望我们未来新的一年大家能共同打拼，尤其我们南投县政府也很多工作需要素华继续来做一个监督。在这也非常感谢我们这所有乡亲在我们过年有几个天的这个时间在这欢迎我们这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我们第三六国有很多好玩好玩的地方，不管说我们的三马溪啦、溪头我们的小半天公园或者是我们的自然公园等等，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多来这大家来走走看看来走走，如果有时间素华在这也欢迎我们这所有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素华服务处来访地，所以每年是我们鸡年在这祝福我们这所有的乡亲朋友鸡年行大运，万事亨通。